这个就是匈牙利的总统府，哎，很屌，阳光很适宜。总统府，其实你看啊，这个可能每个国家总统府呢都是这样的。中国的就是有点特殊，像中南海这种地方，周围好几里以外就给你围上啊，像公园一样。国外的话呢，这个总统府呢相对来说就是一个楼。当然，他这总统也不值钱。波兰以前发生过政变嘛？我就想在这些地方搞政变太容易了，派一个旅过来一围，就能给他政变了。我说这个地方搞政变很容易啊。政变啊，派两个连过来就可以，把这一围，然后就政变了。你想在中南海搞政变就很难，因为他这个保安做得太好了。